放出来的水吗？槽里头，这里头一点水没出，那是那雨水。哎，快点哈，快点来了。王老板，那铁啥加热棒啊？那个探明灯。要出水，这俩就进水。兄弟，那个这玩意儿给你们，还给把这玩意儿都给彻底清理了都。这个哦，这些东西你说怎么整，我们就怎么整。就是把这玩意儿都是像那个池子，把这玩意儿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拿出来洗的，还是拿水枪那么呲，反正就把这玩意儿洗皮。呲完了，底下这个原来的纯水都给抽出去。就是刷一遍，把这滤网子就是冲一遍，是吧？把那白网子，这里边都放那白的呗。不，就是原来都不动，它原来怎么放就行。就给它拿来洗完了再放进去，原位放进去。他放那位置没？他放那个顺序没啥的。王师傅，那个池子的那个，他说的把水养好了，咱眼里进鱼的事儿啊，跟我说的。六月份马上就要进鱼了，给你定鱼，你得进，你得来看，你得看呐、啊，你具备不具备放鱼的条件呢？完我说那来吧，完他们你看他人来就是人就是，跟上我来指导指导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寻思先看那小池子咋样吧。你走吧，还带了点药。你走吧。你看看你，我估计你眼睛能瞅出来，那鱼都啥毛病？看那鱼去往里放，就容易来病。是啊，说的就是这茬，往下放，就是它这个鱼。但小池子这一加了管以后，小池没有水了。哦。啊，不倒什么毛病。你先搁这看一会儿。啊。然后你们先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就坐到地热里来。我就这边把这不会那个事儿，我就请假去。啊，我是养在家，用什么养家的？那你不能研究一下呗？那我这个查一查。哪去呀？这待会儿都有毛病。小池子里啊，也行啊，那你自己你就这样，我这水养好就养，我
到时候可能再买一点那个好的小小金鲤，好小的呀。完，我那个把那水池的水给我放了，那个水也处理好了。那个呢，我就不行，养点普通的观赏鱼就行。里面啥呀？水，什么水呀、嗯？大林的。这条鱼够呛。